今天台北股市又上下做震荡哦。那么我在 Telegram 里面哦，跟大家预告的放空的标的，不管包括艾普，不管包括裕泰。那么裕泰是今天来跟你预告的，然后艾普的话是昨天就跟大家报，哎，前天跟哎，昨天跟大家报告。那么今天艾普送死，自己跳空开高让我们空哦。那裕泰的话，裕泰随便啦，你再纠正我裕泰，我连生技股裕泰我可以抓去空哦，我跟你讲哦。哎，生技股裕泰大概多少？4163是不是？可不可以？哎，你不要怀空裕泰哦，那没有成交的股票。老师，你为什么空我的股票？拍谁？我知道裕泰有很多人有很多人，我就是空你们股票怎样哈？那基本上我们这大盘，我们快速把它带过去哦。那么我还是老外句哦，你永远要了解这个大盘的一个所谓瑕疵，它所造的谢文恩从之前做多国巨，然后华新科赔12块，然后从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完这个礼拜，哎，这礼拜一开始全力放空被动元件，就导致它股价连续下杀。所以说我还是给大家一个强烈的逻辑，因为最近呢有很多朋友说，季老师我已经输到没信心了。那我还是老话，你今天要成为市场上面赢家，你永远要了解人家主力做手操作的 SOP。 主力做手的操作 SOP， 它不是每天告诉你买最低，不是每天告诉你卖在最高高点的。就好像呢，有些投顾老师每天给你看空讯单，对不对？我请问大家，你看空讯单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看它到底发了几通。有的投顾老师一天发十通，一天发五通，那我请问大家啦，那你发十通发五通，你要有本事你带走，你五通十通你全部给我看嘛，你全部给我看那五通十通，你全部给我看那五通十通。你不能其中十通对一通，然后拿一通出来讲，其他九通错不敢讲啊！这是为什么？我在跟大家报告，你还是老坏句，想尽办法强化你的一个所谓专制，强化你自己的专技巧。而且讲很嗨嘛，因为今天一胎空完之后跌停板的，哎，我这不能画虎烂的，这不能画虎烂，来，这不能画虎烂的，来，我看一下几点几分哦，12:05，好，12:05。你的 Telegram 发给你， Telegram 发给你。可是我的会员，我看一下，我老花眼看不到。艾普是9:24放空，然后裕泰是10:59放空。好，有看到哈。老师啊，我们为什么12:05发给我？你12:05你去放空裕泰，有没有钱赚？好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再讲。这行情哈，它现在很贱，它贱在哪里，知道吗？礼拜五的时候，美国期货往上熔断，来快速回顾，往上熔断。可是那时候，因为我讲坦白的，你现在一定要有这些所谓的空间的观念。我要请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：你的软体在什么时候会出现买进讯号？往上急拉，一定会有买进讯号。而且往上急拉的时候很有趣，你的软体会标在最低低点有买进讯号；往下急杀，在最高高点，你的软体会标记放空讯号。结果那叫放屁讯号，因为根本做不到。可是你想哦，我为什么？我认为空间理论真的很重要，你自己看清楚哦。这是礼拜五美国期货熔断向上熔断大涨那一天，我说10269是它的一个水目标区，还没完。结果呢，礼拜五的一个水最高高点让我命中了 ，PM 最高点让我命中。好，那礼拜天的一个所谓的晚上的8:54，自己看时间，那个箭头那边有个时间，8:54。我请问各位，我知不知道？我问你了，礼拜五的时候美国熔断两次，总共涨10%，还记得涨10%？结果呢，我反正在礼拜天的时候，我说10054它是多方的防守价。好，我问大家，为什么礼拜一大跌？为什么礼拜一大跌？因为很简单，礼拜一的 X 随开盘，它是直接跳空跌破10054，开盘直接跳空跌破10054，所以10054，我请问各位哦，礼拜一很贱，它开低之后，它做个 W 之后，然后垂直往上拉，最高的高点来到10055。如果说你不知道10054从多方防守价变空方价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数字，如果你没有拥有主力心态，我只要请问大家，900点的，这样一天时间900点。你的软体在礼拜一10054有没有买进讯号？如果有的，马上建议大家，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戴上头套，一定要戴上头套。好，然后收盘起来，关键收盘 AC 收追剧一点还没完。今天早上起床，你看到费半指数涨10%，台湾为什么鸟鸟的？台湾为什么鸟鸟的？有啊，今天有股票涨停板的，双红操纵。然后526是凯盛，然后613联茂，拍谁哦？这几档股票，我今天在非凡的盘中连线，我有讲，可是我没有买，我是放空啦，我放空嘛，啊，放空就放空嘛。那么
为什么今天呢费半指数大涨啊，台北股市鸟鸟的？因为很简单，昨天我跟大家预告收盘起来关价收了小 A 7，老师这东西好复杂好复杂，我建议大家啦，你去下载主力心态，你看短短的箱型的夜随区间，短短两天时间这样就400点，哎，等于说昨天早上主力心态先多，然后 PM 盘之后主力心态由多转空，由多转空之后三更半夜 PM 盘又由空转多啊，这样子有没有400点？这样就400点哦。那时候老师可是我还想再踏实一点，很简单，再看一件事情，基本上当我的会员他是最幸福的，因为你有办法做到一个面面俱到。首先面面俱到，来，今天看清楚哦，今天早上8:35，3月18号8:35，我有没有很清楚预告，我说9148它是一个所谓的非常重要的夜水支撑，我说9148绝对不能开盘跌破，甚至连国巨的多空防守价我都写得很清楚，写得很明白。老师我为什么需要知道空方防守价？因为很简单啊，收上空方防守价我就会采取提地的动作，收破多方防守价你的多单就要停损，这个东西难道你老师没教你吗？还是你的老师完全都不懂？那同样9148点，我有没有先命中？9148我先命中哦，9148先命中哦。可在8:54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除了9148命中之外，我们告诉你，你们不要乱买，不要说我没有跟你讲。拍谁啦？今天的夜随高点，今天高点9148，这样一口气涨160点，来到9309的高点，我也命中。麻烦你问我的会员，9309的高点，我也完完全全命中。这样子有没有161点？有没有够踏实？刘老师，我没有时间看软体。好，没有时间看软体没有关系，你要想尽办法去强化你自己的专业知识。你有没有办法在今天早上8:39的时候，就在9418下面打了4颗的夜随星星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夜随支撑。结果呢，往下回撤支撑，你看它做个暗头，跌破颈线之后又垂直往上做急拉，这样161点高低点又完全命中，有没有给大家上个理由？所以全方位360少了百万的夜随电视的夜随成本，好，你们是完完全全最幸福的。老师啊，啊，你今天怎么没有解盘？拍谁了？因为现在12:33，因为等一下1:40要上课，我等一下会在 Telegram 补给大家，所以 PRO1018 可是哈，没有解盘的过程当中，股票就很简单了。为什么你要选呢？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，很多股票就好像今天的我们去放空艾普，因为艾普它是直接冲到空方防守价放空，对不对？那国巨的话呢，我们讲坦白的，我们在303放空，303放空是我们有去追杀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破 K 棒支撑，跌破支撑，所以说你是需要知道这些所谓多空防守价。那当然这只是我们课表的一部分，你还没索取的好朋友请拨0223923988。学什么？学习第一个计算主力的月水心态，麻烦看一下310的文茂，好，文茂主力心态空，一口气跌了87块钱，没错吧？同样的，很多人问我说，谢老师，为什么联发科都不会涨？而且从437块钱拍谁哦？当时在1月19号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预告437块钱主力在放空联发科，结果联发科股本这么大的股票，从437跌到305，总共跌了132，跌了3只的夜水跌停板，没错吧？那同样的2368的夜水金像店为什么会比较强？因为很简单，今天金像店哦。还好我有跟会员做报告，做了一个分手的动作，我等一下给大家看证据哦。我在2月17号跟大家预告2368金相店 15.35, 好 ,15.34 就它多方好价，所以说我们买在 15.25, 总共赚了2465只的夜水涨停板，好，因为它主力心太多，而且每天收盘收大于空方好价，主力心太多的股票，想想看 ,3105 稳茂 ,2454 联发科 ,3324 双红，为什么股价杀到 YEO? 因为很简单，它的主力心太是个标标准准空，为什么2362368夜水金像店，我讲完之后，它一路涨，总共赚了6只涨停板，因为它主力心态之多，甚至包括3月13号，也就上个礼拜五最危机的时候，我一样跟你预告，我买金像店就从20涨到21.85，是不是又赚了1.85？是不是又赚了1.85？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来看几张。今天老师今天可以提供金像店的买卖价吗？金像店是法人认养标的，自己看时间了，8:42，你在干嘛？哎。哦，好，我们直接跳到下面。目前周线关键价在 20.83。要分批调节。20.83, 周线关键价。好，有没有概念呢？台积电为什么这一个礼拜跌这么凶？因为台积电上个礼拜拉尾盘没有收最高，周线绿灯。没错吧？好，来。讲完了哦，讲完了哦。你去追金像店的，你手中有金像店的多单空单 ,0223923988。我光一档金像店，你不要吵，先不讲金像店，我光一档国巨我可以讲7个月时间了。金像店要讲7个月有这么难吗？你只做金像店，老师我资金不够，我只能做金像店，没关系啊，全方位360少了百万电视成本，我还是老话一句。
找一个事前预告老师，不是每天 K 棒印出来，五分钟对讲五分钟，一分钟对讲一分钟，五十、十五、二十一全部错，转体参数改一改，每天告诉你买最低卖最高。如果每一个投顾老师每天都能够买最低卖最高，那带总一点，下面有鸟一点，为什么不敢在8点46分就跟你预告金融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不会算嘛，因为软体也没有嘛。很抱歉 ,20.83 这个周线关键价，麻烦你问我所有的会员，软体有没有？软体有没有？手机摆布在右半边，电脑摆布在正下方，你的软体破铜烂铁就只会买最低卖最高，连这东西都没有，丢脸死了。好，讲国巨。国巨你找到一个老师讲了七个月时间，从几月几号 ,260 块嘛 ,260 块 ,260 块 ,10 月7号到下个月7号到七个月时间，到七个月时间。好，然后每一趟的一个谁交易，每一趟的交易，我还是要让你了解啦，我们了解啦，每一趟的交易我都有跟大家做完整交代，而且你这时候可以从 Telegram 里面看到。所以说呢，从去年10月7号到现在总共700块价差，你做一张可以赚70万，你做10张可以赚700万。老师我没放空过，那是你的问题。好，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啦，国巨这一波从495块跌到303块，总共跌了200块钱，200块钱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有啊，谢文安有赚的部分的价差，可是我没有赚200块哦。我二月份一档国巨，一档国巨的价差是205块嘛，找一下证据。如今现在有人在讲说主力心态3年多，二月份总共是202块，205块价差，205块价差。二月份我捞了205块价差，对对，一个是收盘大于 AC， 一个收盘小于 AC， 然后主力心态多，几只心态空，好，又非常简单，我是在配合周线月线关键价，所以205块。所以说有没有差一天差很多，十张200万，一张20万。好，进入三月份，然后之后，二月25号最高高点又被我抓到哦，225最高高点我抓到的哦，麻烦看一下225的那一天，全台湾当国巨创新高的时候，有多少投顾老师戴总既然在节目当中跟你讲 MLCC 涨价哦，原来当投顾老师是这样子哦，看图就能够说故事哦。好，那我是怎么做的？所以说我说你同志们，你要选对跟选错。来，三月份开始进入三月份哦。三月份第一个交易日，大盘主力心态多。第一件事，大盘主力心态多，跳水嘛，跳水，主力心态空，结果礼拜一主力心态多，跳水，主力心态由空转多。哎，这样子700多点哎，那结果呢？我说406吧。426出，那426我也给大家看完整证据。为什么426？因为很简单，在2月27号的那一天，他就跟我预告他的 AC 在 426.78。你的软体有没有 AC？ 你的软体有没有 AC？ 你的软体只会跟你讲说，哦，我们这个箭头往下的点在 10:55 分，拍谁？你的软体时间坏掉了啦。那时候已经 10:55 分，你的软体会跑出来跟你讲说 10:50 分啦。那个软体是不对的，带枪来投靠，真的带枪投靠，连 AC 连多空防守价都没有。所以说406买，426出，412买完之后拍谁？礼拜一大早8:23分，如果没有我下台一鞠躬，8:23分哦。Telegram 有跟你预告的哦，老师我昨天加入 Telegram， 恭喜你啦，你昨天加入 Telegram， 你能不能帮我滑到几月几号？这几月几号啦？我忘了几月几号啦。3月2号隔天3月3号8:23分，不管8:23分，我要不要给你写436.7 436？我不像一般投顾老师哦，有些我再教大家一招哦，你这样划过 Telegram 之后，有些投顾老师哦，因为 Telegram 它有一个比较糟糕的地方，你发过的讯息可以删除。如果说你发现有一个老师删除，我麻烦你把马上退出他的 Telegram， 因为那是诈骗行为。你给人家发出去的东西可以删除哦，我不对的赶快删除哦。我很多投不要为了做生意，我在我的节目很多同业在看，不要为了做生意，然后不要为了做生意，然后每天跟狗一模一样在偷看我节目。好，自己要想尽办法学，有没有人一个人能在412买完之后马上在隔天8:23报纸的夜水利多跟你讲 436.7 就是他空房价，所以说第一趟我卖 436.7 有卖到哦，所以一档2327国巨先赚的44块钱，然后这一趟哪一趟继续找，然后381买进，3月10号381买进，然后394当冲，所以赚13块钱，所以国巨就赚了57块钱了，57块钱慢慢讲下去哦。然后之后跟你预告收盘小于一个所谓 AC， 好，经典来了，
三月十二号，等于三月二号，这个月三月二号做多，做多国巨，三月十号做多国巨，三月十二号停损二四九二华新科，赔十二块钱。为什么停损？因为很简单，三月十二号，也就是在上个礼拜二的时候，我就在你们的 Telegram 里面报告，我说华新科多少价都在一百九十点七三，结果华新科在九点三十分灌破一百九十点七三，所以九点三十二分，我说华新科跌破市价出场。那我请问大家，我卖在188赔12块，我也跟你讲嘛，有做就有做啦，有做就有做啦，不要啊，跟你讲金相光，我跟你讲 CIS 讲多好多好多好，结果现在不敢跟你讲金相光，因为金相光跟溜滑梯一模一样，好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好，每一个讯息我让大家看得很清楚，200块嘛，200块买200块赔100、哎、到188赔12块，好，慢慢讲下去哟。那我问大家，金融大断头你到底学到什么？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哦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，第二个你要预知多空的一水防守价，你才有办法设停损。如果我2492的华新科我不停损，到现在要多赔30块，好，20块就好了，要多赔20块，十张二十万，我会受得了吗？哦，你受，你老师你这样做你受得了，那你去找他，好，来，我的做法很简单，再变我做多嘛，我做多七个多月的，做多六个月的国巨，做多六个月国巨，好，然后我做多华金科，好，这一段都做多国巨华金科，华金科绩效我就不给你算了，好，齐心我不给你算了，齐心卖最高我不给你算了，好，来，结果我做多华金科，我买两百188停损，好，账画出来了，看，连我利用急杀买的都停损出场，好，开始。3月16号礼拜几？礼拜一啊，所以随便的，3月16号到礼拜几，我搞不清楚了。礼拜一，礼拜一开始放空哦，放空国巨，放空华新科，结果呢，到昨天为止，3月16号放空嘛，3月16号证据在这边呢、啊，3月16号放空啊，3月16号放空国巨，放空华新科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一档赚41块钱，所以说光国巨的部分赚了98块这个月，然后华新科呢赚13块钱，好啊，我之前赔12块钱，这次赚13块钱，打掉。不干我的事了，都没有，华新科没做过，从来没做过，老师放空会很难吗？来再变，你303块钱你去做多国巨的，然后跌到262块钱，你赔了41块钱，你一张赔4万块，十张赔40万，你赔给谁？你赔给谁？市场的钱它不会平白无故消失，放空会难吗？你就只是按钮上面一个叫做融资买进，一个叫融券卖出，就这样子而已，你要现股当冲也可以啊，也要直接打到跌停板呢，从303跌到262赚了41块钱，41加57块钱，总共赚了98块，赚98块钱哦。3406玉金光，3月16礼拜一放空，礼拜一放空嘛，383放空到345也赚了38块钱，然后我跟你预告275.2破怎么办，对不对？然后玉金光还包括，哎，这昨天跟你预告6531爱普放空，对不对？89块放空，然后80到83块钱又赚了6块钱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是昨天的。现在43分了，还是要看一下国巨报价，因为我没开软体，撑着啦。我说279啊，来啊，不要看了，明天看。我请问大家，这是昨天晚上我所给大家看的，昨天下午4点38分，我们很清楚跟大家预告国巨的空方报价落在279。基本上呢，我的业随做法，我讲坦白的是有一点粗糙。什么叫有一点粗糙？我的做法就在于说，如果说他的业随收盘收在279，来看一下国巨现在多少钱呢？国巨260，看到没？260就可以证明一下我们的及时嘛。我国巨为什么不补？你要给我一个回补的理由。再一遍，华新科190.87多方防守价跌破我，哎，看你妈，你能找一个老师从头到尾在讲过对停损吗？时代不一样了，经过这一次金融大断头，人真的时代不一样了。190.7，结果破9点32分，我停损在188，我买200赔12块钱。破多方防守价，多单就是要停损；过空方防守价，空单就要停损。我请问各位，我昨天跟大家预告279块是国巨的空方价，今天国巨最高高点275块，连碰都没碰到。好，再送你一件事情哦 ，KD 超低档 VS convergence pattern。Convergence pattern 什么意思？其实那一些股票是在走收敛形态，
很多人跟我讲说国巨 KD 在低档，好，我再来一遍哦。我课程有啦，0223923988的，我 KD 低档黄金交叉，我 KD 低档黄金交叉，5264凯盛6230操作613联茂，这三档股票今天涨停板，5264凯盛613年操作613联茂，这涨停板 KD 低档黄金交叉涨停板，2327国巨 KD 低档，它的 K 值在4，是严重超级无敌超卖。那如果 K 值在4 ，KD 在低档，它黄金交叉股价不涨呢？没答案，那你就死定了。你真的会死定，真的 ，sorry， 我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。有啊，我国巨会不会错？会，可是问题，我昨天有跟你预告，279块是它的空方报价。如果收上279，如果收上279，代表收上 AC， 收上 AC， 我空单一定会全部停利，因为我空303的嘛。然后昨天又加码放空嘛，因为破端码就继续加码放空嘛。啊，懂哦。所以说呢，基本上它没到我的一个准停利条件，当然空单要持续做续报。甚至如果再破端放假，我刚才在放空国巨，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还请人家发讯息放空国巨，你看就杀下去的，就杀下去。我跟你讲一件事哈，难道你不觉得国巨的券单很多？我不跟你讲融券，我跟你讲借券。所以手中有持股上面的一个水问题，我再给大家一件事情哦。经历过这一次的一个水大风暴，你一定要学到很多东西。预知主力心态，知道多空防守价，你才有办法设停损。两个药方一次拥有，你才有办法反败为胜。恭喜会员，今天不管包括国巨，不管包括华新科，不管包括裕泰，不管包括那个叫什么3406裕金光，不管包括那个叫什么6531爱普，我全部放空，全部放空。字典老话一句，老师现在放空会带太子，很简单。空方防守价知道，只要收上空方防守价，我们就把空单停利，然后反手做多。这个讯号没有出现之前，就全力放空。这样有没有很清楚、很明白？你手中有持股问题，你想知道多空防守价，你想知道周线框架，就像我今天所 demo 的2368金象店0223923988，手中有持股的问题0223923988。当然，如果说你看我的节目，想了解全方位360搬家。半价超级无敌年度大优惠的，也一并利用保留时间0223923988。恭喜会员国巨这一个月又赚了100块钱，所以说呢，一张10万块，然后10张100万又轻松到手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